哎，歡迎大家睇翻我哋解圍啊！咁啊，頭先一開始上一節唔記得講，今日冇咗個主持阿林卓廷，係啊，咁唔使我解釋係嘛？嗯，即係如果要我解釋咧，嗰個觀眾都唔係響地球噶，係嘛？我相信咁啊，冇辦法啦。咁我希望所有被捕人士一切安好啦，係嘛？順利啦，因為面對越極權的打壓，我哋更加要齊心一致啦，係冇？咁嗱，上一節我哋講咗啲事例啦，亦都講咗而家好多人打嚟問我，我諗最少有又未夠廿個嘅，十幾個區議員打嚟問過我，係啊，即係我以為應該差唔多，真係十幾個啊，真係十幾個啊，打嚟問過我有關喂而家有599G點，其實我就。係我懶嘅，我就冇乜點睇呢條法例嘅。我想你哋開到會咪開，開唔到咪算。因為喺我角度嚟講，你開到會，你輸人地方，佢又唔會特登入嚟拉人封艇。我係聽過一次咩二十個人喺度嘈冤巴閉，話咩隔二十個人，跟住嗰個咁啱有個人走入嚟想抽籤，我哋夠二十個人，就係佢行入嚟，佢第廿一個話你出去啦。是啊，芝麻根嗰個民政處嗰個 short 噶，係啊，佢有兩個同事喺度噶啦，係嘛？佢入埋嚟，哇！你係咪過二十個人啊？哇！你入嚟啱啱過，你出去先。跟住佢上佢想講，我哋出去先。佢想令大家違法噶嘛？變咗。我有權趕你出去啊！咁你過出去咯。嗰個仲係我哋啲黨友嘅辦事處，我緊趕你出去啦！黐線嘅，我趕得人出去少啊！你估係咪先？佢未經歷過啊嘛。不如試下咯。你去試下咯 ，short 嘅行入嚟，明明哥，喂，咁你有兩龍請到啦嘛，係咪先？你哋啲同事嚟定緊要，咁個場我哋有乜嚟？我哋走啊？啱啊。咁樣 short 嘅，咁究竟呢條法例啲咩嚟咧？咁嗱，其實咧，我哋而家嗰條咩限聚令咧，就影響到我哋咧，係嗰條咩叫？其實全名叫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規例》，係嘛？但係大家聽呢個名咧就。不係好知道點解關啲人群聚集事嘅，咁啊中間就有咩疾病括弧禁止群組聚集嘅條例，係好啦，咁點樣犯呢條例咧？我哋就唔講啦，因為實在好易犯嘅，嚇、啊，即係因為佢話你犯就犯噶啦，因為佢明明見到你得一個人，佢都話你聚集嘅，唔知點解嚇，可能佢望到啲我哋望唔到嘅嘢。係嘛？咁我哋呢啲而家城寨仲有冇靈異節目㗎？冇㗎咯，好似冇。咁啊，留翻你哋睇睇 ViuTV 有啲靈異節目嘅，你自己睇啦。尋晚做咗啦，係嘛？好多通常我睇 ViuTV 而家幾好睇啊！唔好睇 TVB 啊，大家嚇冇乜必要唔好睇啦。好啦，咁但係佢中間有個叫附件一，個附件一咧就係啲豁免群組就有嘅，我哋講豁免嗰啲係啦。邊啲獲得豁免咧？嗱，我覺得我哋講曬啦，暫時其實唔係好多嘅啫。一板子嘅啫，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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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啱。我讲啲简单嘅，好啊。第一个就系为交通运输而进行嘅群众聚集，或与交通运输有关嘅群众聚集，呢、這个我最反对呢个豁免嘅。其实呢个唔应该豁免嘅。而家咧呢个政府咧就容许啲巴士公司啊、地铁公司咧开车喺度疏到不得了，要你非繁忙时间都挤埋一架好逼嘅车里边，顶佢个肺。你應該叫嗰啲巴士同埋地鐵公司全部都開翻正常班次。咁你少啲人出門口先有用噶嘛？少啲人出門口，work from home 就係想少啲人出街，同埋少啲機會喺街度聚集啊嘛。好啦，你叫咗少啲人出街啦，跟住你又叫少啲車出嚟。大家架架車都逼噶喎，而家好多巴士半頭班，啲港鐵最密都要七分鐘一班，係嘛？搞到坐咩車都係要逼嘅，我唔需要企，我唔需要坐，我企都得。但你唔好要我逼啊嘛，我而家無時無刻坐車都逼嘅，因為其實我啲翻工時間咧係唔逼車嘅，一變咗我好逼車，我而家好恐慌，係咪先？呢個最唔應該豁免嘅群組，但係佢豁免，頂佢個肺。第二個係咩啊？阿南你講啊。嗱，為執行政府職能而進行嘅群組聚集。喂，即係咩咧？嗱，呢個 suppose 應該就等於我哋開區議會個政府嘅職能而進行嘅。嗱，佢唔當你係去告啊，吳可欣喎。我嗱係，唔係嗱澄清啊，我冇俾人告嘅，因為咧我冇，因為咧嗰次都唔告你㗎。唔係因為嗰次咁我
佢告我咩啫？我一個人，佢又睇到啲我睇唔到嘅嘢，搞到我而家好驚，你知唔知道？無啦啦話一個人，然後話我隔離有人，咁我嗰一刻我擔心噶嘛？喂，佢好驚，真係好恐怖啲警察而家，佢揸住個大聲公揸住個 cam 影你，跟住就話：喂，你而家我而家懷疑，我而家話你干犯緊群組聚集啊、限聚條例啊！你而家多我兩個人，哇，明明得我一個喺度，係我好驚啊嗰一日。佢仲義正詞嚴揸紙咪對住你講個黐孖筋嘅喎。跟住唔係因為我嗰日咧身處嘅位置咧、啊、就係、是、一啲公園嚟嘅，而家真係啲花花草草咁死啦，咩事咧？即係草木皆兵。係啦，佢睇到啲乜咧？哇，我勁唔緊。真係黐鬼線，真係 short 嘅喎。咁即係政府職能，即係警察就卅個圍你一個，佢冇事嘅。嗯，係啦呢啲啦。三十個圍你兩個，或者三十個圍你一個，佢話你限聚。嗰次限定四個時候，佢圍住我同小陳，佢話我哋兩個限聚。好明顯，即係我哋有少少肚腩啫，但係我哋唔係孕婦啊，係咪先？孕婦孕婦仲要孖胎先犯喎，係啊，兩條友兩個都大肚，係咯，係咪？仲要孖胎先犯限聚喎，頂佢個肺，真係黐孖筋喎。唉，嗰個打官司有個嚇，有遲啲我哋又上庭啊，即係麻 Q 煩。第三任冇人係咩？好就係、是、為執行法定團體或政府諮詢機構的職能而進行的群組聚集。法定團體係邊啲咧？佢冇釋義過呢度。佢冇我識政府諮詢機構咪區議會咯？唔係，佢下面有一個專係有區議會嘅。係啦，哦，諮詢機構可能有時我哋有啲即係嗰啲古物諮詢委員會啊，嗰啲啊，跟住或者係之前我有啲強制驗樓嘅諮詢委員會啊，又有啊嗰啲咯。咁、哦、第四咧就係、是、在工作地點為工作為工作而進行嘅群組聚集。哦，即係翻工 OK。咁如果我哋如果唔係咁，如果我哋啲同事啲區議員指示啲議員助理出去做一樣嘢，咁應該豁免嘅喎、哦。嗯。為工但他現在很明顯喐我們的、哦嗯、他疏的、哦嗯、是吧、嗯、跟住第五是什麼吳慧欣、為在醫療機構獲得或接受醫院或醫護服務而進行的群組聚集、哦、這個可以理解的、這個、理解的第六個更簡單啦，是啦，共住的同一戶人的群組聚集，但他們又說想收緊這件事嘛，系咯，佢哋又收紧靓嘢嘛？即系点啊？而家即系喺屋企都要瞓觉，瞓觉都要戴口罩，迟啲我谂。瞓觉都戴口罩。你夜晚揿你门钟，你冇戴口罩。真系黐线，瞓觉戴口罩。睇下你 check 你啊 ，check 下你有冇啊？唉，真系大镬。严谨啊，而家都 short 噶啦，而家系咪先？唉，不过全部傻啦，放心啊，大家得十二项噶咋。嗯，系啦。我哋讲咗，我哋讲六项啦。讲一半。第七项就系为以下目的而进行嘅群组聚集：一、法院。裁判法院或審裁處進行的法律程序、嗯、B 就是執行法官或司法人員的職能或處理司法機構的任何事務、嗯啊、這三個都是跟法院有關、就是 跟司法人有關、是不是、嗯、這個簡單、嗯、第八是什麼？第八就是在對在立法會或區議會進行的程序屬必要的群組聚集、嗯、就是區議員是有豁免嘅咯，即係如果你哋開會開區議會係豁免嘅喎。哦，係，但係佢而家有另外一個板斧嚟限制我哋啦，就係話我哋咧政府嘅員工咧就要 work from home 唔在家工作，我哋提供唔到秘書服務啦，咁樣咯。我呢個咧，我問過咧啲、嗯、民政處，即係個秘書處同事，我就話喂。嗯我話喂，而家其實個條例我哋開得會啊嘛，咁但係你哋又唔俾我哋開會，咁我就問佢究竟你係要根據啲乜嘢放寬你先嚟開會咧？跟住我原本以為係嗰啲限聚令幾多人咧，跟住話佢唔係嘅，係問嗰個總署話佢哋開得就開得，嗰個總署話唔開得就唔開得嘅條線係都係等佢自己話，即係佢哋自己話啦嚇，龍門任佢擺係嘛，咁唔好理佢啦。係，我第九係咩啊？第九就是在喪禮上的群組聚集，或於哀悼或悼念尚未入土或火化的先人的任何其他場合的群組聚集。該等場合包括在先人離世的地點附近，或在其蒙受致命傷害的事發地點附近，為哀悼先人離世而舉行的祭祀或者儀式。Okay, 即是白事啦嚇。係啦。咁啊，點解擺埋一點嘅要？九 A 是咩啊？要你讀啦。九 A 就是、我第二個讀，唔好拉埋一齊。呢兩啲點會寫埋一齊㗎？真奇怪。跟住話喺呢個婚禮上，我都講完喪禮講婚禮喎，同我點喎？二十人嘅群組聚集，跟住前提係嗰個婚禮咧，
上並無供應食物或者飲品。嗯，係啦。嗯。OK， 咁應該全部都唔供應食物又飲品㗎啦，係咪啊？即係依家喪禮都冇㗎啦。係啦。係咪？第十就廢除咗。嗯。唔知咩嚟啦，因為呢個我哋最 update 嘅呢個係。係啦。我呢個 update to 12月24日嘅。嗯。好啦，跟住就十一啦，誒呢個重要啦，幫你哋讀啦。哇，好長啊！最重要交俾你，慢慢讀，係啦。於以下任何會議上嘅群組聚集，前提是於該會議上並無供應食物或飲品，而如屬多於20人的群組聚集，該會議上亦設有措施，將該聚集的參與者分散於不同房間或區隔範圍，每個房間或範圍容納不多於20人，咁佢都有分 A、B 嘅，即係話可以開會嘅，嗯，就20個一組，但係要下列嘅團體 ，OK， 咁係有兩種嘅，係啦，第一個 A 咧就係任何團體的會議，前提是該會議需在指明期間內舉行，以遵守任何條例或符合規管該團體的運作或事務的其他規管性質文書。嗱，其實我哋講到呢點就夠噶啦，因為咧。呢度就係講緊業主立案法團咧，包含咗喺裏邊。咁即係話咧，如果業主立案法團要開會，咁咧你哋就應該咧係不論大會好細會好啦，你都可以開啦。嗯。咁當然個會議就同一個區間，嗯，啊個範圍裏邊或者個房間裏邊係唔應該多過20人。嗯。咁如果多過20人嘅話咧，你就要有個明顯嘅 partition。佢劃分佢啦，即係閉黨之前開會大都係用咁嘅方式啦，會隔最多20人啦，係咪啊？咁啊諗住少啲人嚟啦嚇，點知你咁樣區間就多啲人嚟啦，反而啊，即係睇下你點區間。嗯，咁就即係換句上講，法團都開到會嘅喎。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法團會議咧，係一個合法而合規可以開到嘅會議。嗯。任何人都唔應該以疫情為由去推遲嗰個開嘅會議嘅，咁所以咧，我哋提一提啦，即係法例我哋5% 要求召開特別業主大會，咁即係話咧係會受到599G 嘅附表一嘅豁免群組聚集裏邊嘅第11項，裏邊嘅豁免嘅，即係大家可以開會，但係記得啊，如果多過20人就要分隔，每一格或者每一個範圍就不可以多過20人咁解嘅啫。係。大家要做好啲溝通嘅設備啦。嗯。而家最興就揾啲透明嘅幕去遮住啦。嗯。或者唔同嘅房間就各自播會場大台上面嘅情況啦。嗯。每度企個人喺度睇下有冇人要發問啦，諸如此類啦。咁即係話咧，其實法團會議咧係不受呢個599G 嘅影響，不過你係會有一啲限制措施係需要附加落去做咁解嘅啫。係 ，OK， 咁好啦，咁呢個咧就我喂責任上我做埋下面嗰兩句啦，係嘛？好啦，嗱，仲有第二樣嘢就係 B 啦，就係任何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附表一第一部第一條所界定嘅認可證券市場上市的公司的股東會議，前提是該會議是按照任何條例或規管該公司的運作或事務的其他規管性質文書舉行。即係總之，佢都係保住嗰個經濟啦，嗯，係嘛？呢啲經濟嘅嘢就可以做啦，係咪？即係股東會，嗯，係啦。咁跟住再有一個啦。最後一個就係為宣揚有助於預防及控制指明疾病的資訊或技巧而進行的群組聚集，這個成日都被人拉啦，譚德志就是這個被人拉啦，他成日都說派口罩，是不是？然後被人拉就是這個啦。嗯，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看完 599G 豁免那裡寫完了，是，那我們沒有獨漏的了，嗯，接著有些廢除了的，其實本來是16項的，有些是廢除了的，嗯，OK， 因為他隨著即係你都知道，香港政府喺呢個疫情方面係非常反覆噶嘛，係，嘛？琴日話俾你聽，今日冇記者會
啊變視像嘅，今日又可以開翻噶嘛，係、嗯、咪？咁所以一路都係咁啦。OK， 咁跟住落嚟咧，嗱，我哋都要以軒情間為例啦，係嘛？因為開佢名，開咩佢名開心啲係嘛？嗯，係大家都活在陽光下，冇、嗯、所謂啦，係嘛？冇問題呢、這個。不過陽光睇咩陽光啦嚇、啊。嗯。咁就大家都知道啦，因為軒情間就有好多業主就提供咗5%，就要求主席、嗯、啊開會嘅。係。咁咧我理解其實佢哋過去舊年嘅11月22日嗰個都係應佢哋要求嘅業主大會嚟嘅。嗯哼。OK， 不過似乎就事與願違，個會就即係開得唔係好暢順，亦都唔能夠將所有決定嘅嘢都如期去決定。嗯。咁我亦都知道當時11月22日都有業主俾嗰5%出嚟嘅，但大家、嗯、即係呢度我都告戒。我用告解呢個字眼啦，因為我哋嘅經驗啦，係咪？嗰5%咧，大家千祈唔好咧俾得太隨意，嗯，同埋要好小心謹慎咁去俾，嗯，係嘛？好似早兩日阿冼卓林，就算佢咁有經驗都好，佢都再同我商量咗先再俾意見啲業主，因為真係每一件事都會變，嗯，咁而變嘅時候，你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係嘛？咁我就有個。即係相對多嘅經驗啦，去處理，咁所以容易啲去 handle。嗯。咁所以我知道啲軒情間佢哋咧，譬如好似11月22日俾嗰份咧、嗯，一路個主席都冇理到佢哋啊，諸如此類啦。咁、嗯、中間啲我 skip 咗唔講啦，係、嗯、咪？好。佢哋中意啊嘛，唔清楚唔好講啊嘛。我清楚，不過唔講。嗯。係嘛？但係我知道咧，佢哋喺12月28日咧，就12月27日啊，嗯，就再俾咗信俾法團嘅，就再要求去，即係再交5%，去加5%去開會嘅 ，OK。咁咧以下就一封咧，民政事務署咧就俾軒情間法團主席嘅信嚟嘅，嗯，咦，1月5日發，今日幾多號啊？今日6日。我琴日收咗咩？我以為收咗好耐添呢封信。嗯我即管讀出嚟嗱，佢俾主席嘅，不過佢副官係抄送嘅，俾關注組嘅，咁即係都會公開嘅呢封信。嗯，咁佢唔想公開唔緊要啦，因為呢個官出嘅信嚟嘅，係、嗯、嘛？咁啊，佢又話咧，題目係有關軒情間召開法團業主大會嘅事宜。嗯，佢話本署咧即係民政事務署啦，喺2020年嘅10月28日就收到軒情間居民關注組下稱關注組嘅電郵，羅龍表示咧已於2020年嘅12月27日咧向你即係主席啦，遞交咗不少於5%嘅簽署文件，要求你即係主席啦，就他們即係關注組啦，佢話下稱關注組佢就寫他們，屌有冇搞錯啊？即係我中文已經夠水噶啦嚇，指定咧嘅事項咧召開。呢、这個法團嘅業主大會，嗯、本署咧亦其後咧亦在12月31日咧收到關注組代表交來嘅5%業主嘅簽署文件嘅副本，係、嗯、嘛？咁啊正話好似邊有副本？民政事務署啊，嗯、跟住啊，民政處終於發揮佢功能啦。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下稱條例啊附件三附表三第一。括弧二段啊，在不少於5%業主嘅要求之下咧，管理委員會主席需在收到啊要求後14天內，就業主所指明嘅事宜咧召開法團嘅業主大會，並在收到要求後45天內啊舉行該業主大會嘅。嗯，由於你即係主席啦，嗯啊。2020年12月27日收到該不少於5%業主簽署嘅要求召開業主大會嘅文件，嗯、因此按照條例規定咧，需在2021年嘅1月10日或之前，嗯 ，OK， 咁啊就該不少於5%啊業主所指明嘅事項咧。就發出業主大會嘅開會通知，並於2020年嘅2月10日咧或之前咧舉行呢個有關嘅業主大會。
啊，跟住最後咧，本處樂意咧就召開法團業主會議嘅程序，同埋大廈管理事宜咧，為法團同埋業主咧提供協助嘅。如需查詢，都有聯絡邊個咁樣啦，係咪？咁即係話咧，嗱呢封信啊，係2021年1月5日發出嘅。嗯，民政事務處好似都有讀出嚟咧，因為係一個很好嘅例子。嗯，第一咧就牽情間受到高度關注啦，關注到我哋都特登去講佢啦。咁啊，如果唔係咁 high profile 嘅關注咧，民政事務處咧係唔會出手嘅。嗯，咁因為出手咧都係講啲最正統嘅嘢啫，啊，就講到話條例點樣啦。嗱，你見民政事務處呢封信，亦都引證翻我哋頭先講599G豁免嘅條款。嗯，根本民政事務處從來冇提過，因為疫情或者599G嘅規限而開唔到呢個會嘅。嗯，佢仍然覺得係要執行呢條條例嘅，條例仍然係有效嘅。嗯，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頭先我提到喺觀塘嘅一啲屋苑，嗯，係嘛？咁佢哋都甚至乎我理解啦，係法庭都已經判咗頒咗令嘅，要佢開嘅。嗯 ，OK， 咁嗰啲主席咧係唔應該再用呢啲條例咧去到要求咩豁免噶啦？黑牛頭角附近亦都有啲屋苑揾咗我，係嘛？有啲議員都揾咗我，咁我覺得應該係要逼到佢開。只要間翻20個人一個 petition， 咁就可以開到呢個會議噶啦。咁我希望咧即係咁啱咧呢幾個找我啊，或者是出事的法團呢，我沒有講錯的話呢，好像我沒有開名字先，我沒有講錯的話呢，應該全部都是建制派的前議員來的，這主席。哇，是啊，都是建制派的前議員來的，即是做建制派你都要被人出賣的時候，這個是講道理的，民政事務處照你開的，你避不到的。係咪？即係呢個世界始終要講道理噶嘛？係咪？即係你唔係同一個派別就可以包庇你噶嘛？係咪？咁即係話，而家民政事務處都已經開曬綠燈，就話喂，你係可以開噶咯喎。當然，而家有一個位咧，就係民政事務處就唔開綠燈嘅，就所有佢嘅場地咧，就佢就唔借，你自己揾地方，你就揾自己揾地方。咁呢個係政府撲街嘅位嚟，係咪？即係你連個球場都唔借俾佢，係嘛？咁即係有法定會議，但係就冇一個法定場地，係嘛？好多屋苑咧係只以政府嘅場地咧去到處理。嗱，我舉個例啊，其實反而啲大型屋苑牽情間呢啲佢唔使求你喎，佢梗係有會所。或者自己梗係有自己花園庭閣啊，就可以咧開到呢啲會議停車場都開到啦，係咪？咁從來有難度咧，就喺單棟樓。嗯，啲單棟樓咧就永遠就揾唔到個場地去開會。咁你都唔好鼓勵啲人599G就走咗去人哋屋企度開會啊。嗯，係咪？咁我覺得民政事務處你咪照開放場地，不過就限20個人之內嘛。其實佢如果咁樣限制，即係佢自己間好咗啲位，咁嗰個疫情或者嗰啲係咪仲容易控制咧？啱啊，但我覺得唔使添嘛，藍。佢根本上佢每一個借出場地，就容積就係20人。啊，係咯，係。你多20人你唔好開咯。嗯。喂，你起碼人哋管委會都開到嘛。係啊。係。係嘛？嗱，嗰啲單棟樓叻盡咪200户。係啊。200户嘅樓。如果真的要逼於無奈開個業主大會，啲居民夾好，最多咪借你2個房，係嘛？啊，或者一個房，因為揾人攞多啲授權書，都開到個會啊。有啲必要嘅議程都過咗佢啊。舉個例，續聘嗰啲管理公司啊，如果冇乜爭議啊，過咗佢啦，係咪？買保險啊，係啊，嗰啲一定要。喂，啲冇保險犯法噶嘛？你有條條例又叫人哋。啊！去做足啲嘢，你又自己戴頭盔。喂，咁你咪加強人手咯！啲咁鬼多人失業，揾個人企喺度咪消毒咯。你有冇得咩即測？我睇下張圖睇啊。長期有冇乜噴？攞兩支槍係咁去噴，雖然冇乜用，但係嗰個意識形態係好嘅。仲有個盒俾我哋裝口罩。
係咪先？即係你民政事務處做唔做到啊？點解人哋商業電台做到？唉、哎，唔好害商業電台。係。即係點解你哋政府咁大做唔到咪請人咯？係、嗯、咪？即係我哋最近啊，嗯，講開少少差少題外話咧，我哋咪即係好多唔同嘅街市嘅，係啊，啲街市咪又即係去嗱啲街市佢最 standard 咧，用邊種方法咧？嗰啲遠距離嘅，好似你過關過關嗰啲紅外線係啦，即係我 mon 有條友坐睇住個 mon， 雖然你唔知佢係咪睇住啦嚇，可能係擘大隻眼清醒嘅，但係你唔知係咪專心啦嚇。咁理論上佢又咁追蹤住啲人嘅人頭，咁睇下邊個過37度咁樣噶嘛，係、咪？咁理論上係咁樣，但係嗰部機咧有啲限制嘅。嗯，第一咧你就資源上邊咧你就唔可以喺所有街市門口都做。係。咁如果你個街市設計咧係冇主要嘅門口咧，咁就唔得嘅。話説咧，大圍個街市開翻啊嘛，大圍個街市咧，其實咧佢就冇主要出入口，因為佢個個出入都咁大嘅，即係四方八面都限嘅。佢個出入起碼有一二三四，起碼四個出入口。OK， 起碼四個出入口，而四個出入都係咁大嘅，冇話邊個大啲，冇邊個細啲，亦都估計唔到邊個多啲人，邊個少啲人嘅。佢結果咧就只係開一個。跟住咧，落去鬧抽佢啦，係嘛？鬧完佢之後，即係呢件事都發生咗兩個幾月噶啦，因為佢好似10月1日開翻啊嘛，兩個零月嘅事嚟啊，即係開咗10月中我哋喐佢啦。跟住咧，嗌佢去整翻啦，嘈佢咯，做乜唔開翻嗰道門？因為點解咧？佢唔開某啲門口咧，係令到某啲檔口咧係由本來係最旺嗰個位置。變成一個最不旺的位置，因為人家一走本來經過嘛，我們不是說要幫旺的店，但是旺的店是貴的租的嘛，人家就租過貴的店就是想旺而已嘛，是不是？你沒有理由要人家suffer的嘛，他強行封了人家的位置，接著呢我們說有什麼難度，你就把我怕到，接著他說要招標，哦，系啊，咁冇辦法啦，我哋反華標聯盟係咪先？我哋話要招標，咁唔通我反對佢招標咩？頂佢個肺，係咪先？咁咪招標啦，咁招咩標咧？係嘛？咁我心諗，喂，哇，嗰度都唔夠位，你做嗰個咁遠距離嘅嘢，一個門口咁啫嘛，個玄關位仲細過城寨出邊嗰個 lift 嗰個玄關位，係嘛？即係一級樓梯又到噶咯喎，你都冇可能有個遠距離嘅做，咁我最後招咗標，佢就話：哦，唔係啊，器材容易啊，人手難啊。如果人睇住啊咁，咁好啦，咁我過多咗佢之前咗之後咧，過多兩個禮拜，我落去睇，嗰個係啲咩嚟咧？就係大家最見到 standard 啦，我哋辦事處都擺啲咧，即係一嚿嘢伸出嚟，啲手掛頭落去，擺手過去，啲嗰只就係嗰個，擺個部機喺度，擺條坐喺度喎，係啊。我嗰邊又唔係咁喎，即係黐鬼線，你嗰邊點啊？唔係，我嗰邊咧係所有嘅街市門口都開啊，可能因為我係環工會主席，關咩事啊？跳咁我咧係唔係因為咧你頭先所講話要招標器材嗰度咧，係啊，我嗰邊都係有咁樣嘅講法嘅，佢又係話啲係個人問題，跟住咧然後咧因為我嗰度嗰啲街市咧係判咗俾啲管理公司做嘅，係啊，咁我就問管理公司可唔可以加派人手？管理公司話可以加派人手，只要食環署俾機佢就得啦。跟住我就即日下就一個鐘頭後已經可以處理到件事啦。係，佢哋而家係咁黐線噶啦。但係我未講完我故事就係、是、大圍先，我講嗰個就係、是、我去過幾次 spot check 個街市，係冇人喺度咯，即係把部機喺度咯。但係啲居民好自律咁去篤咯，但係篤咗。如果響咁點算咧？佢係咪佢會話你low temperature 或者係 normal temperature？ 我試過有一次係高咗咧，嗰部機會係喪響嘅，即係佢響我諗半個鐘，唔係半分鐘至一分鐘到嘅，係會響。跟住 suppose 應該係有個人喺度開門口嗰個咧，就要追翻你，跟住攞翻支槍嚟射你咯。哦，攞翻個再度多次，係啦，咁樣睇下嘅。同埋咧，我到而家真係希望大家留言話俾我聽，我成日都諗唔明。是誰發明找手掌心來到探熱的呢？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呢？我真的不明白，我現在出街經常都被人說 low temperature， 我手沒有事的，我拖我女友出街，她很冷的，然後我一嘟就經常說 low temperature。
即係你揸住個冰出街，跟住去控佢。同埋即係我呢啲咁嘅高度咧，用額頭咧都仲可以。你哋啲高過我。咁唔緊要，我唔介意用額頭啊。你科學啲啊嘛，你唔可以叫我攞個手心去到探熱噶嘛。我從來未聽過喎。即係你當然你唔好叫我探光啦，係咪先？即係點探啊？係咪先？咁黐線啊嘛！即係所以冇辦法啦。我哋今日呢集都是新年的第二集了，是吧？第一集，第一集啊，第一集，第二零，我都忘记跟大家讲新年快乐。不过不好快乐的就是我们今天，不过苦中作乐，希望大家在这么绷紧的社会气氛里面看看我们的节目都轻松一点，好不好？也是要支持城寨啦，是的，支持城寨啦，是的，就是个转数发号码6009941，也都大家支持被捕的人士啦，可能我們幾十萬人一起自首啦，到時差館見啦，拜拜。